大家早上，昨天说过了，来 Costco， 跟老人家来 Costco 买食物。哇，西瓜大叫哦，大西瓜，推一部车吧。我们家里不是有一条这个咯，很重啊，现在卖5块钱啊，原价6.99。那你这个干什么用的？这个不知道啊。干什么用的？拿来煎咯，又咩？煎咩？煎咩？不要看。你是买面包的？锅碗瓢盆，看有没有特价，有特价才买。洗衣液，又是洗衣液，19块钱哦。上次买好像是15块哦。好多人呢、哦，你看，面包在那边呢，去买面包吧。白面包多糖，有个包好点，5.99啊，买一盒吧。啊，来，健康包啊，这个是麦片包。要买虾吗？买点虾吧。嗯，我们要那种没有了。木头的喂，木头的好贵啊、哦，不过都唔食头啊。这里好香哦，好香红面包哦。嗯。烘焙烘焙啊，实在太多人了，人多得不得了。呀，买个西瓜，7.99。西瓜7.99，买一个吧。西瓜要选后面大圆圈的，他们说比较甜，像这个小的不甜的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哎呦，啊，后面要这个是最大了，这个前面要后面，后面啊，这个啊，大吗？嗯，不大清楚，这个更不大了，不大不知道他们说不大不好，看这个比较新鲜。那这个很小啊，哦，这个好啊，那就买就这个好的。你拍我，我拍你啊。里面是卖矿泉水的，看看泉水有没有便宜。今天要不要吃哈达？要。哈达披萨，买这种，不知道多少钱。啊？对，买这个，我们买就是40啊。也可以，12块九，哦，20块呀、啊，哎，两种啊，这个很多糖的，不要很多糖的，这里还没开档呢，还没得吃。很多人买西瓜，今天现在油卖多少钱？还是老样子哦，30块钱啊。哎，不买，今天不买油。买鸡蛋，哇，涨价了，8块钱了，一直涨。再买一盒呢？没事，买冰淇淋、嗯、看见我干嘛？不认识啊，吃这么多 hot dog， 刚才等下就要去吃 hot dog 啦。肉哥还没来到，肉哥、maybe 那天我买的酸奶你不喝，这个很多糖啊，你受得了啊？我受不了、嗯、我不敢吃那么多糖，好臭。你买那个优格来吃好啊，那个这里没有，那个没有糖的优格在这里，冰淇淋怎么这么贵啊？15块钱几条啊？嗯、啊、哦，15根 OK。
十五根，一块钱都不到。啊？多少钱啊？哇，这便宜啊！14块钱，十五根，还是买hot dog？没涨价，还是1.5块。这里太多人了，站在这里吃。都是买一大车的，不用装了。啊？装了。这温度很久没有出现了吧？100度，我靠！今天啊，去云点避暑啊。因为那边有免费空调，家里呢开空调要付费的，所以去那边就免费。刚才跟太太去 Costco 回来，她去上班了，我只有一个人了。今天实在太热了，100度啊，可能98度吧，因为车里面的玻璃很热。所以减2度差不多，是吧？还是100度。现在最好去哪里？去云顶避暑，但是不要赌钱啊，赌也是赌5毛钱就好了。今天还是吃热狗。这边是Luckaway Bro 啊。前面有个阿古达的牌子，看我的冷气，看看我的空调开了第3级，开第2级吧，有点冷了。对面这家是 PC Rich， 这边的话都是蜥蜴的地盘，还有黑人的地盘。这些商店都是关的，是太早没开哦。前面那栋啊，出租了，关掉了。再过2街口就到了，1、2、3，3个交通灯就到了，到达目的地。哎呀，又变红灯。这云顶啊，在马来西亚非常多人哦。云顶高原，我上次回去有去啊，挤满人啊，好生意的不得了。他们那边有送房间，有送吃的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这里最小气的云顶。哇，飞机降落啊！这里也有酒店，但是呢，没住过，肯定不来这里住了，是吧？离家30分钟，为什么不回家睡呢？除了有情人，我跟你说，除了有小三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傻了，在这里睡觉。我没有啊，开玩笑的。现在云顶还可以充电啊，你看很多充电桩啊，在2楼啊，上回来有看过。哇，就在这边啊，充电桩后面一大排。今天人也不太多吧，现在1点多呀，太热了，跑来这里好啊。来了那么多人，你看，不是吧？
满满的停车，停得满满的，不是满满的停车，到前面去，这里太挤了。这个位置好，到达了。这里很臭呢，尿的，因为很多人在这边有厕所不上，就在这里尿。Security 保安车，这赌场呢，记得疫情之前啊，打100分的话有送吃的，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 free play， 啥都没有，非常小气，呵呵，哎呀。进来喽，里面是不能拍，要拍都是偷拍。今天星期五，人不多啊，冷冷清清的赌场啊，糟糕了，难怪没有送吃的。没有送coupon 免费 free play 是吧，周末了这里才会人比较多，今天晚上吧，可能明天周六周天。我现在去买一杯咖啡喝，那咖啡啊1块钱，这里跟那个万家福差不多啊，1块钱一杯，很多人都不给钱的，但是我还是要给钱的，不给钱的话下次来的脸色不好看，是吧，没啥人买咖啡，也没啥人的，可能是刚开的吧，买一杯咖啡，买咖啡也没啥人的，是来一杯，买一杯咖啡要很多奶的，要很多奶。Hi, light coffee, no sugar. You got it. You want milk, right? 啊，没有没有，要没有，点点。这里还有几个人？里面太惨了。Thank you.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. Hello. Take care. 啊，没有了。先喝杯咖啡吧，一元咖啡不错啊，百家乐华人最喜欢的，你看都是华人的面孔，耶，这个挺好玩的，这个很多人喜欢玩，新的机器吧，我要过来玩一下。这个钱比较多啊，乘以五啊。哦，你看，营业开得好大啊，今天买吃的也没啥人啊。这边又封了，不知道干什么啊，以前是 Starbucks。这边人，中餐还是挺多人的，中餐。待会看看要不要买外卖回家吃，如果不买的话就煮饭。坐在这里先拍一下视频吧。好了，拍完视频了，到里面去再看看有什么好玩的。放了40块钱，玩一下这个，看你赢不赢到钱啊，直接玩7毛5就好了。
这个要开包的，你看。哇，很快啊，40块钱。输7.5啊，赢2毛钱。这个多点，这个有2块钱。我看我的40块钱够呛，开吧，没开呀、啊。啊，这个1块多。喂，3块钱。还不错啊，来来，哎呀，太难搞了，不会中的。哎呀，还有20多块钱，过来这里交电费，这也2.6块，这个呢，1.75块。玩一下这个8毛8，还有25块钱。Come on， 啥都没有。最后输了40块钱，准备走路，还是忍不住坐下来玩一下。再来一次乌龟，16块钱。最后啊，40块钱赢回来，还赢了10多块钱。走路走路。好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拜拜。